马上解决问题就是核四能不能重启，我不知道，这要看大家的决策。但目前我如果说安全可以在安全有足够百分保障的情况之下，我基本上我已经表态我是赞成了。但你要把 AI 给我用进来，我是支持要我们要有，就是不是一个非核家园，我们应该是非碳家园。给我们的方向呢，问题是民进党把非核家园当了神主牌，他不能拆。如果民进党不能拆，还有 40% 的基本票源，那你们要投给他我也没有办法，那你就生个肺癌好了，好吧，我的回答就这样。